以大声讲吗？其实都录得到、哦。长十天就已经这样了，不止哦，这半个多月啊、嗯，半个多月。我十天前想要再啊，搁等几天，好你回来，甲拍起来。好。红彤彤真水啦，我想遐尼济，这两个就两个嘛，一人就一直去，有够济。那你现在先拔吧，先拔啦。先来拔啦，可以拆啦。再搁开花，搁好开。一共十五朵嘞。嗯。不用剪刀哦，直接拔就好了。不会伤到它。你看，你都把它拔下来了。对呀，规个给拔掉了。你这破坏狂。是。破坏啊！要带一支落去。它是这样放的。嗯。不把它埋在土里吗？不必的，搁种干来挖，种看看。种你干来挖，我有压啦，我有压，压一挂落去。哦，压。这个是君子兰哦。不是。哦，剑。剑管叫君子兰。好，那这是什么？不是，这是。这嘛唔在啥？这在啥？我不要管。啊，搁这里来。都开枝蕊遐水吼，这也是鲜艳的螃蟹兰啊，这螃蟹兰，啊，这唔知啥物兰，唔知啊，啊，遐嘛开过细条。好，这是刷子。刷子。这是水瓢。那很多花苞哎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为啥拢特别补出来？这拢现在开的，这块拢现在开的吼。那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叫做像水，叫唔得什么花，我袂晓讲。哦，银耳花。伊唔是银耳花，那啊，这是桂圆，这桂圆，啊，这嘛是真水。哦，这是桂圆啊。嘿，这种这规盆是龙眼那个桂圆。龙眼对。龙眼啊。哎呀，我在台湾。台湾一个台湾，嘿，你较悬就拢照出，普纳嘛照出，唔免遐悬安尼，嘿，伊就照得。啊，台湾种一寡盆栽啦，够水。这螃蟹兰，嗯，啊，这兰花，这螃蟹兰。你比个耶，耶，赞！耶，今天采收到多少几条？十五条，十五条，好，一共十五条，宝贝。那我们今天要煮什么菜？要煮炒花枝和芹菜。好，炒花枝芹菜。耶，好，拜拜。